今天竞演的主题呢叫劲歌金曲冲刺夜。天地悠悠，我可匆匆，潮起又潮落，会不会我身为何永远星星尽快清醒，长夜里不可分开，此此醉似水瓶座最爱是流泪，将敌意将身份放低些吧，于今晚应一起探讨它，一起开心一起悲伤，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。究竟结果如何？哪个队可以全员晋级生生不息金曲盛典？啥？